是说我品德够精致，你怎么讲的话我都没有关系，你不要每次讲话就讲蔡里长，你没有大事吗？你赶快去对着市政府嘛，这个工程是市政府在做嘛，你每次都讲到蔡里长我就忍耐过去，你今天再讲实在是我再跟你更正一下，各位看看是不是工研处他要挖水池，哪里是我里长的意见，对不对？所以你就对就对，错就错，对不对？我都可以接受，当里长要接受你要的公平，对不对？那个淹水的啊，淹水你看淹了好几次我都广播了嘛，好不好？我是跟你讲说那个水池不是啊，几百万也是工研处，你有本领就对着那个工研处，对不对？啊，你告诉我价值哦，好不好？啊，你有意见你给我讲白，我也是接受你的批评，所以那个大水池不是我的意思哦，你不要，我稍微给你更正一下，对对，好，好，谢谢里长。不过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地质钻探啊，好、哦，那淹水当然没问题，里长，那个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讨论到这边就好，我建议是这样，因为今天我们希望聚焦就在地质钻探这边，好，地质钻探，好，那我们先这么说了哈，如果说只是因为排水导水的那个挖掘，可能那个可能在地质钻探上可能也没办法作为佐证的资料了，有可能因为它深度的关系，哦，虽然它有挖，它有大概30-40公尺，这个30-40公尺，我想，对了，我只是做参考，我没有说。好好好好，谢谢。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就先到这边？不过我刚刚补充一下哈，你刚刚讲的那不是你的意思，那个你发的公文写的是本里长去找陈立威议员去争取的哈，那一张我还在啊。所以，好，不要讲了，我不要讲，你讲我就可以讲了啦。好，那个里长，因为先这个议题我们先没有没有，他讲我就要讲。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哦，你有种每次就对着事，我们要人家每次就对着什么蔡里长，因为你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更不是东西。我在讲话，你不要讲话，不要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水池是为大家没有里长要的，他讲的，我自己跟市议员反映。请他来针对大家使用公园，里面有使用公园的就知道，所以公园要公园就要怎样挖水池怎么样，这一般的常识嘛，怎么是我的意见呢？你争取了，好，好，谢谢里长跟，所以啊，你好，好，那我们这个议题就到这边，那这一段的话，我们列入会议记录哈。里长，我们不会介意，而且也不是针对你，我们没有怎么样。好，知道，我知道，你还你还可以沟通。各位，我们想这个议题就先讨论到这边。那刚才那个戴同学那边的议题哈，当然我简要回应一下了哈。是，科长，我的问题可以解读，就是说，你包括你那个宏观，那你先回张里长。我们要拍照。好，我说过了，我刚才就说明天我们就发一个开会通知单，但是里长也要你有空时间，我们希望尽可能在这个礼拜把它完成，好不好？如果明天可以发得出来的话，我希望就在这个礼拜三或是礼拜四，好不好？最慢。好，好不好？我一定会通知你蔡里长，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在红砖人行道上面的孔这个部分的话，就是麻烦厂商这边我们现场拍照。请里长到场的时候，我们现场拍照。对，有来参加的里长邀请好吗？好，当然一定哈。那各位有兴趣也可以一起来。我想我们就给里长了哈。那好，那刚才那个戴同学这边讲的，我大概简要回应一下。地质这个问题，某个程度有它的历史渊源背景。那以现在台北盆地来讲，我理解的是现在盆地的地质它处于一个张力状态啊。简单讲。三角断层它或许是我们现在认定上比较可能活动的，那以现在目前来讲，台北断层这个部分以学理上来推啦，我也不敢说实际它一定不会动，但以学理上来讲它的几率小很多，是、哦、好不好？那至于说你这边有提到相关的单位，但是我必须这么说，断层的判定我刚才说过，包括到中研院它也没办法100%，是，包括汪研究员它也不敢100%的判定到底有或无，但是有可能100%确定的有可能的事情，我想是风险管理，这个是风险管理的问题，好吗？好，但那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人可以处理吗？我想我们先等到钻探的资料出来，好，数据的东西它自然会呈现，好不好？好，那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预计7点，大概稍微晚10分钟，但是因为现在大概也接近9点，在座各位不知道，对我们这次，我除了刚才的那个时间，我待会跟技师在讨论，好。那是位置。刚刚听了那位先生，他讲信义县的事情，还有这个技师讲到这个
这个转向是斜的啊。我想到一件事，我补充一下，新一线他做的时候，他不是坐在新一，就是坐广慈那一条，他甚至坐了八十四巷那个，应该像林口街十巷，他二十四巷中间，他也坐斜的，他打斜的做什么？找他的断层泥，就是刚刚技师讲的，摩擦到最后就是泥，就是断层。那我现在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钱啊，报捷是300多万，刚刚那个主席有讲。那给予的钱还蛮多，我认为是说，虽然是在军部之上，如果说技师认为说还需要追加打斜，把它找出正确的位置的话，希望那个市政府啊配合一下，把给予的款拿来做，也就是说你原来是说军部的话你找不到东西，如果技师认为说还需要再加强再做多几支的话，您方案就把这钱拨给他来做，谢谢。因为现在标案还没有开始实际进行，而且到后面有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列入机务了。但是因为标一款有标一款的一定的行政程序，我现在也没办法说在这边就确认说他一定可以用标一款再来做后续的追加，好吗？但这个我们稍微记录一下。工程的建议，大概简短的说，就是可不可以每天有回报进度，就是至少让里长那边知道每天当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有看到什么发。就是当天的照片，我们希望可以给里长那边，然后让里长这边再做公告。好，这是一个。那还有，我刚刚比较晚来没有听到，所以我就是你们在挖的时候是20只同时下去，还是10只这样，还是2只这样慢慢来？就是我希望可以慢工出细活啦，就是可以多一点人看同一只，当然可能会有造成浪费，但是反正就是。当然也会拖长时间，当然这怎么讲？戴同学，我这边先说，如果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说明过，我们好，没关系，20个孔，然后是5个孔5个孔这样进行，好、哦、啊，下次可以早点到，就可以听到完整的内容，好不好？好，好，谢谢。最后一个是，可不可以开放高中生或国中生来校外教学？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经历，去看对认识我们的土地，包括我念的新雅国中也是在这个断层上面，应该过来看的。永春高中、柳公国中，小学生可能就算了，但是我觉得中学生应该要这个，就是拿政府的钱，那应该一定有相当的教育用途。我觉得这是当让小朋友知道这是切身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像因为年轻人就我来一个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要这边继续住下去的人，但是没有人关心他，就是你要你要发文给学校，让他们知道在挖，然后可以过来看。这个不在招标的内容范围，而且施工有它一定的风险。好，就像前面我们围篱外面看也好。这个不在我承诺范围，而且我也没办法同意，就是这样。好，谢谢。好，哎，是李长。对，那个就说哦，